哎，怎么了？你让老口当上去个买的，你做到的其实你接到过头这个钱。什么呀？你让老口当上去个买的，其实个老口跟你找你的。你能说普通话吗？我听不懂。普通话一点一点没有，普通话一点一点没有。啊，你说不了。就让老口当上去嘛。那我找个人翻译一下吧。哎，美女，你能帮我翻译一下这个帅哥说的什么吗？你哪的龙口当上去买鸡蛋？你跟你的多年嘛？他说的什么？他说的是这个车不能开进来，这是草坪，你们车子会压到草，然后牛无法吃了。哦，这样的呀、啊？对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帅哥，我不知道这里不能停车的。对对了，我去接他过路的。你哪的大早上进门去了？龙口这几人我去去打档的嘛？哦，嗯，对，他说不能把车子开到里面来。哦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些都是牛吃的草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是来干嘛的呀？哦，我是过来旅游的，记录生活嘛。哦，是吗？嗯、那你们去那边拍吧，那边风景很好，然后车子也方便停。哦，那边吗？嗯，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开走，我马上开走啊。哎，美女，刚刚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解围啊。好的好的，刚刚那个丁真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懂，说的是你们张宇吗？那个是丁真吗？啊，他不是丁真吗？他好像不是丁真。啊，那好吧。哎，这个是你妈妈吗？这是我姐姐。啊，你姐姐长得好漂亮啊。我也觉得好看。嗯，啊，那你们也是过来玩的吗？不是，我们刚刚现在要去赶。哦、啊，要去赶牛啊？对。哦、啊，牛在哪里啊？在山上。哦、啊，这么远吗？对。哦、啊，那我能和你一起吗？真的呀？可以。哎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哎，我听说你们这边结婚都不要彩礼的，是真的是假的呀？真的假的呀？这么好？对啊，你是要叫过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但是我找不到啊。我可以把我姐姐介绍给你。啊，你姐姐啊？那你姐家牦牛多不多？哇，这么多啊！哇，那好多啊！跟姐姐说什么？我姐姐说我家牦牛也多，我家牦牛也多。啊，那什么意思嘛？没有，我家只有几百头，它就很多的。哦，你家也有几百头啊？嗯，我家有两百头。哇，你家也挺厉害的嘛！我去你家，你家给我多少啊？赶着这里就好了吗？我就先走了。你要回去了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来我们家喝个自由茶，我可以让我们自由茶喝。啊，去你家是不是要见你家长了？没有，就来我家喝个自由茶。哦，这有点太快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呀。没事没事，走嘛。方便吗？方便方便。哦，那好吧。进来坐吧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哇，你家好漂亮啊，你家。谢谢啊！我还真给你烧白开水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太感谢你了。你坐一下吧，坐一下吧，坐一下吧。哥，你饿不饿？我不饿的呀。我要不要给你自己给你做点饭？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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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你坐那吧。点干果吗？好的好的好的，可以的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没有看到你家里人啊？我妈妈应该出去了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这么好吗？那太不好意思了吧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
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谢谢你啊！哦，太漂亮了。现在放松一点吗？哦，现在好像好多了呀，现在。你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太辛苦了。坐一会儿吧。真心，哎，你那个脖子上面是传说中的那个天珠吗？嗯，对，天珠是天珠。哇，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啊。嗯。哎，这个东西要多少钱啊？嗯，200-300。啊，这么贵啊？200-300块。啊，不是吧？我以为200-300万呢。没有没有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200-300块肯定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很便宜的。你肯定是骗我的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家里人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知道，我爸妈去哪里不知道。哦，这样的呀，那我就这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吧。坐一会儿吧，我等一下弄饭给你吃。哦，不了，不了，不了。等一下，我爸妈也回来了。哦，不是吧？你这样说，我又有点紧张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坐一会儿吧，我等一下爸妈也到了，我们聊会儿天都可以。哦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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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先走吧，我下次再过来嘛，好吧？嗯，好吧，那我送送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